product from downtown. Vlad has arranged to have it hit. We're on cleanup. We go in after. 阿西都来了。Product gets out. Boots on the ground, you know. 阿西来了没？只要你在那个游戏里面100米以内，什么100米？我玩的那个RPG 的游戏，我有一个职业的排战力排名在几？那不跟 LS 有在 RC 吗？有啊。乐舞，你应该是乐舞，你应该自由手啊！我记得你有判级，判了一期，有67.7，儿子，你也是牧羊人哦。哦，你就跟我跑吧。那装甲是非常好，我看你带了流炮，我就安心了。枪不是机枪啊？因为看起来热舞没办法打温特斯啊。他那只是贯穿吗？那只贯穿可以、啊，那就可以打。哪一只？他手枪是贯穿吧 ？AP 的那一只。是的，对啊，穿甲那可以打。OK， 两个人都可以打，非常好。这可以，一定可以打，不然我打得行啊。没有你的话，基本上是看位置的。你如果离得很远的话，你打屁，你去只是送死而已，还没到就先躺。一枪就一枪搞定了。没有啊，重点是你可能在对面啊。他来的时间，你可能在对面收养，你要怎么去打？那个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用枪托打人？我想一下，要用枪托还是用什么？等一下，电棒吧，电棒比较刺激。就是用那个嘛，对哦，你这个才准没有那个武士刀的加成，没有，绝对没有，不可以用武士刀。还没打死。是一个人质，还是还可以了。集合啦，各位！啊！走了走了，自杀！现在就自杀！很急，我杀一个人质，我没办法。好啊，杀吧！不要武器可以，还是急吗？不要 fight seven 对三，重点是我没有抓到人啊。你趁现在抓也行啊！20秒，鬼啊，哪有几？没办法，你要等下一等下一场，你先随便抓一个吧。You fucking looking？ 1 2 3，一二三。几十克到我们的弹道，5、6、6，羊不用放在车上，我们还不知道送包点是哪，没必要那么早上车。对，我们帮你抓紧上吧。
抓吧，任务，我帮你插针，去抓，去抓，现在抓。哎，好了，回来喽。这是手动送就好了。出点站牌，这个给你，应该是可以。因为这个点牌在我攻略里就是手动送的，只是现在有人被抓不送吗？这个是个好点啊，任务这里，这个点看得到外面，可是你打不到他，他也打不到你，可是就是探头可以打，在那个面包那里，蛋糕那里，这是个不错的探底点。两秒无敌，不知道能不能把羊丢拿到，然后丢回来，好像有点远，算了。我好了，儿子，我好了，拿羊吧，儿子。干嘛？我们要先送。队长，队长，现在队长来了吗 ？OK， 先打队长。送不了。三个去打哦，任务加你哦，走。就会了，走，有隔离。插针哦，走。可以吗？应该一枪搞定。走走走走走走。我不敢跑。不要等我，不要等我，不要等我。儿子先跑，儿子先跑，对。No more dangerous for you, little friend.
我会回血的，不用担心。我回得很快。我怎么看我后面几只？跟我一下，我插针用完。哦，后面数字哦，3115，3115。那个儿子，我们站柜台这里，这样窗口那边才不会有。那窗口都是鸟，都是在鸟，不然你把他们干掉也行。我好，走咯。有人哦。对，走里面。回去大概有600吧。没有，不用被抓啊，这里可以放一包啊。然后你等下在车底下放一包，车底下那边放一包。那你好了吗？好了吗？我走了。跟着来，跟着来，靠右。我进起来，不要你了。好 ，OK。行吗？丢过来就好，来车底下先放一包。这里这里这里，我这里。我等一下插针哦，你先把羊拿来。插喽，走上去。再回到底下。哦，你要跑、啊，先跑先跑也没关系，你如果跑得过就跑。这本，是堵你的闪光的，走吧。绝对够，我闪光很相信。拿那个大楼的东西，先不拿，先不拿，走，先不。啊吗？好吧。对啊，那个有很近吗？很近可以拿，可是他在楼上，对不对？耶、yeah, ，没事。来，再中第二波。我不想把羊留在这里。是吧？等我一下。好了没？准备好了。等一下，好，走走走，丢了就走了。不丢了吗？我刚听到闪光声。是啊。是吗？人有点多，人有点多、哦。自己想办法吧。好，你羊先拿回去吧，先不要拼吧。拼吧，羊被哪个拿打，我先把你身上羊先拿走。来，丢了。需要去支援一下，不用要去支援吗？还是不用了？你可以打吗？啊，没他就被抓掉了，那两只没办法，羊被拿走了、啊，最后还是你我被拿走，你羊在哪拿回去了？没他不用勉强拿，那没他，那到时候再去别的地方拿呗。进了三刀，三个花了。对啊，我就说不要拿。我们的政策不是这样子打的、啊。抓抓一只，抓一只，随便抓，压到就好。对的，我要出来了。先压一只下来。
还想对啊，再抓再抓再抓，看你摸逼啊，哎是别人啊，抓一只 ，OK。知道为什么不想让乐普出去拿羊了吧？因为要有人保护，保护千甲。我懂了。下一个你转。有出狱的人只有我吧，对不对？所以乐普已经完全不能离开了。乐普你不能离开哦，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因为温特斯也没。有，我有点那个。有点是不是？那你就是唯一一个可以回来的。没关系啊，你如果是那一个人的话，你也是留在这啊。没有变。拿车上去。Oh no！ 喊我，距离够啊！先吃，先吃。没有，你要先喊我，因为太危险了。哎、欸。
另外一边，先到底下等。什么？干掉他！先等一下。你的残光我不想再浪费。两颗、啊，而且死掉还不会补哎、欸，老师哎、欸，这是有够值得的投资，也太值钱了。快好了，我走了。走，好，用跑的。应该让你先跑了。进来，进来，进来！我回去喽。没救到，你看现在是，现在是不行，先把车上的奶先吃羊，然后嘛，那个四柱廊下那边的羊有人拿吗？就我们刚才从温特斯那边跑回来，应该是没有嘛，对不对？就是没有羊在那边。那我们去咖啡厅那边。咖啡厅那边我拿一只过来了。好，知道了。那就没有了嘛，等我一下。我先拿一只了。那公园旁边地上那一只应该没了。去拿那一只。而且等一下这两只送完啊，我们就直接去火场那边找羊，还有火场周边。吃啊，就一只啊。我在这边一只啊，我要去公园再拿一只啊，然后我们再去，然后我们送完之后就直接去火场。那你去吗？对，你跟我去啊。走啊，你要现在吗？我没有，我先去拿，我先去拿公园旁边。不，跟你去。不用不用不用，这次不用。拿完了。那个给天下拿就好。天下无敌良民。那个是天下该拿。你这样倒一眼，那去火场那边吃啊，走，那等一下好了就咖啡厅拿 ，OK， 现在就过去了，没人吗？呜、哦，看好痛，你好痛，我不是被打一样痛，是我飞回去。你走了吗？快没兵了，那就要先丢过去啊！等一下一样又跑，没丢，真的没人。走走走走走走，没事没事，继续。好啊，先打你，先到下面去，准备吃。到，OK。军号是那个，军火我要跑了，跟着我、啊！快快快，先进去，先进去，上去了！看你的位置那边。好了好了，我们要上去。
对，你先跑那边没事。我去吗？不要。没背的吧？慢慢把里面的兵补完。没有那个，先抓一下。谢啦，这两个都给我。退一路，还有人哦。去就好了，羊给我。这包也是放在这里啊，吃完放一包就好了。不要好了，不要给他们放。乐福，你放一包。我们还有两包要去跟他们争夺市场。好了吗？我们要上车了。好了没有？这个转光。走。上车，上车。哇，有点没上到。失败。先回来，先回来。可以丢闪光给你。可以啊，你帮他丢。等一下，他在那里。有点多，先生，你确定要吗？乐福他们也都是多的啊，乐福可以丢。等一下，是的是 B。乐福丢一颗，丢到外面就好了。把车开走，挂了，上车。好 ，OK。他去哪里啊？我活起来的话，他去哪里？就跟我讲。要去哪里哦？就开车就去哪里啊？
看拿不拿得到啊？难啊！正面有一只啊！哇，这个地方硬哦！绕绕绕绕绕！又变枪，然后又要钻机，然后有热狗摊有一只羊。这个先等一下。硬硬硬！这边很多只哦，这边要分两三次来拿。把应该已经废的了，你可以自杀。你把那个热狗那一只啊，帮你开点掉。这是一个，哎呦，你还要再过来那种？你还要再过来就好了。啊，我看到好像那个是对的。对，你开对了。车上一只，然后热狗一只，电一只，然后路边那边躺两只。所以我是想说先拿热狗的，是拿完吧，不然你就不用分多趟回来。没有啊，一定要分两次的，那博扣林一次拿完。知道，我说你说可以的话就四只再买回来。对啊对啊对啊，可以的话，我也想啊。我想一下啊、喔，然后店里面有一只，总共有六只，然后我们等一下走另外一边过去会有七只。那还有一只在哪？七加七十四。一二三。在那边呢、啊？那是哪里啊？为什么会有一只在那？要过去哦，热不？就过去。要小心哦。他一个过去可以吗？可以啊。记得闪光什么的，好不好？好，没人看见你，不是那一边，在里面。这次我没杀掉，但过头啦。OK， 找到了。好不好？啊，没。我在旁边，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走走走，我插针了，走。走回去，对，没错，加速，回来了吗？哦，等一下我会穿过公园，然后往咖啡厅的楼上那边走，我会走左边再上。懂我意思？我走了，兵准不收，走，跟好、哦，走。还有人呢、欸，是夸张，真有一只。Yeah, good, good go! 这个有。这边等一下，我丢羊。啊、真的、哦，我走了。我戴眼镜了。那个你先拿走。车子嘞？飞在这边。好。去吗？丢进去，丢进去。去吗？我要倒车了。上车。上车，上车。走死马。上车，上车。走。我要倒车哦。我知道，你走啊！看能不能收到奖。要收到了，有我收到了，走，上车。开车。继续加回去就掉。可以了，回来。我被抓了。你抓算了吧。被招你差、啊，他们还有。回来，你掉两个。Oh no！、啊、太早被抓了。啊，你，还是吃我还不是一样？叫神捕包队，他不想吃那么凶的、啊。我的意思是说晚一点再被抓。
先帮他们把那个叛敌抓满，他们现在还在突袭中。要跟我讲是？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没有说你不要自杀，你是晚一点再先帮他们一下。我觉得我就算活下来，我搞不好等下就会被抓，相信我。没有啦，你多帮他们撑一下也是好事啊。而且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被抓，我看过你打过一战。我很容易被抓的，我很没有没有，我看过你打过一战，其实你没有那么容易被抓。如果你想，这是运气好而已，好不好？那时候那我跟打那个，但我跟你打 Aftershock， 我真的觉得你龟蛋很强。哎，有别闹了，那真的是要那不是哦，三只了。我等一下还要先把那四只下车下来，然后再送过去两次。嗯，关机。哪边的羊没有收呢？温特斯那里啊，躺着。温特斯那里真的躺着吗？在那躺着啊。哦，那边有一只哎。哦，对，我杀了温特斯就走了。哎，没有啊，温特斯那一只。哦，对，我把它丢在地上，我人就走了。因为没丢进去车里，然后冰来了，而且我被打中后脚上，好像是那时候道主。好，没事耶，那你可以换第二只。好，那养他去吧。好，我去拿养。你去换我拿养。真的吗？走。又来这边了，三只了。抓一只，啊没有，这给你们那个乐福先抓，抓得到吗？可以吧？对，要给他们先，我是之后，抓不到是不是？回来 ，OK， 走喽，慢慢走，走，没事，哎、欸，怎么打你不打我？我应该插针的，不好意思，不用。哎，趁现在没人哦。你守在那边，等一下，你外面是女的，等一下。有吗？有，丢出去，丢出去，有火神哦。你把羊丢出去，然后我等一下就插针捡羊哦。没关系，那是我捡，走。捡羊，冲！Get. 不要我喊你，过来一点，不要太近。哎，你那是补血，这个补血板就是给我们。等下羊都丢进去了吗？丢进去了吗？那我们就等。好，冲哦！好。我好像同时哦，在找人。哦，我再起了。我吃补血哦，你可以先等啊。在哪里中弹了？你打。你先啦，这样等一下跟我说用不屌就刷菜啦。不会了，现在还是多包。好
好了，他们两个也几乎没有在倒啊，那个要看情况，我们已经送超过一半了，准备啦、啊，这时候就是要省时间，等到剩下三包的时候，我就会叫你省，我就会叫你省，我们现在是四包半，好了，我插针了，先走，有人哦，左右都有人，而且多，满的。中手好少，走。那怪都在他们那边了，我们根本都没什么。我也还没好。啊！插针哦，走，再走。我的 fucker， 去躲底下。开车过去。有人吗？看起来是没有。走。这时候相信会是他。哦，里面都是人哦，走另外一边，走这边。Yeah. 你送。你送你的，我掩护你。插针了，你赶快，捡进去。我在底下等你哦。哦哦。就下来变动，不懂走啊天啊！对吼、哦，你有天气啊！继续跑，走，不要走里面，不要走里面，走外面。转路就好了。它里面都是人，是应该就在那边了。有一只是你，有一只是棉枪，有一只是我们被拿走了，等下把它拿回来。你在我后面吗？还是你进去了？那我在这边呢。我们去拿那个温特斯那里。走，右转。没中，来。啊，走喽。有推手哦。有插针哦。在哪里啊？哎、欸，人呢？看不见。这边啊。这边呢？好，我看到了。Oh, 我去拿。怎样？我这里面一堆人，快打他！先把轻功就打掉。好，你。全部干掉。轻功就全死了。走这边。我插针了，你跑。自杀。小伙子，我们都是能唱我的，好，要来不及了。小伙子，讨厌，我应该自杀的。对啊，你应该自杀的，我错了。刚刚那边我捡到羊之后，你就应该自杀。那自杀、啊？现在来不及，等一下、哦。我就跟你去啊，我就跟你过去啊，看能不能活到救完羊之后我再死啊。我们那边我们现在只有一只而已，是吗？你要不要送啊？一只不会送，一只我等一下应该会吃的。啊！那么你先把羊拿回来，等一下等我回来，啊、等一下我顾一下等我回来，等我们再去把车开过去。你要自杀吗？有吗？车就等你。你要自杀，不如跟我去赌一波嘞，是不是这样？你赌你怎么回来？别闹了。没有啊，我没有要回来啊，我只要把羊放在车子里。就没有要回来啊！敢死队就是这样子啊！走喽！那只不拿，放着。那只不拿，我靠，会打。要去哪？我直接穿去对面，一样走公园。走，一定快呀！外面没差。两死的真快，好吧，继续哦。有用没？哎，这不急啊。哦。啊，你是你爹，小心贴条就好了。那你能不能？你去修砖呢、啊？你把砖修一下也好啊。而且，好吧，赢差就算了。
要浪费弹珠，不要这边刷，不要这边刷，不然等下换麻烦。干这不投降，这边刷，不然等下要换，要换怎么办？对哈，我满了，我有人。我先去准备个钻一下，对啊，尝试尝试就一下就好。有爆发，好了，没有人呢，我要先冲哪一组？对呀。先别了，你车子根本没车子没看到，你是冲不过来的。哦，你先别。那种人站起啊，好，这边兵我站起，等一下。格局手，你可以把他干掉。你确认羊的位置，等下我们来，好去拿。你先确认剩下羊的位置。Mig 嘛，然后我刚看的电箱那是什么东西？在上面的吗？上面一个那个。看那边，不搞定了吗？搞定了，可是跑不过去啊。现在还卡住。那就没关系的啦，我赚。至少修到砖、欸。不是，本来就是要先确认羊的位置，我们这样才好知道等下怎么拿。那个在羊就是在那个上面啊。知道，我刚看到那个地方在那边，所以那边上面一個。对啊，电你已经开掉了，所以我知道在那啊。他、啊、那个电是用砖的，一定是里面。然后砖头偷一个，然后最后一个人生。一二三，哎、欸，刚好三只哎、欸，最后三只。哦，看到了 ，OK， 对，那就够了。只要开车去把那两个再拿回来，只要就走。走、啊，我跟你去就好，一样，他们两个在那边抓。那这样子，我应该把车开到要往左转的位置。就看你在哪边下车比较有利，就直接下车。S， 你会开吗？你开车应该还 OK 吧 ？S， 给你开好不好？爆发三。哎 ，S 有在吗？因为我副驾可以插灯啊，我主驾不能插，我这个灯板呢还不能插。下可以查的，可以救你的。哇，超好用！下查的，是有地。哇哇哇哇！有个倒了两个。看旁边在打我。对啊，这锁点是很奇妙。油炮可能四十要炸一下，看镜头蛮多，外面还挺多。应该趁两秒无敌捡子弹啊！对啊，这样回来又有68了，多好！你看你还没破甲哎、欸，狂赚！哦，这四十八，乐不去捡就有点。哦，这四百八是耽误事情。好，你后面有一只可以换的，可以走人了，你走开。你看你在那站很久欸，都不动对不对？七八判底，然后又挡着，然后到旁边又不帮我挡子弹。换。啊，我没有了。要等哦，怕在那边。对，过来一点，柜台比较安全。柜台这边可以看得到外面，而且你看这边，这边看到外面。但我知道，我说。对啊，但是我们在这边走，我们在这边多打一次也是很麻烦。这只，打一次，还有行动之力，要开车哦，要开车。那个任务帮我丢车好吧？那 S 你可以开主驾那边吗？你开车？哎呀，可以吗？你要我死啊？没有，我可以插灯啊，我副驾可以探头插，我好了，我可以再插一次。刚刚就是好了，我不能插，车就被抓走。丢一颗。好、我插灯了。哇，一颗嘞，插慢，不好意思。
结果连我都挂了。好，那回来我直接开，我直接插，然后闪退，速度就差，比较好，比较稳。上哦，上哦，怎么没上呢？啊，太慢啦！跟我讲，跟我讲说你要走了哦。有，我有讲啊。喊喊喊，走，上车这种。我看到山道那边，我们那边放一个了，放一个，那边放一个，放你去放，你去放。对啊，这个位置是安全的。那我这样再等一下，我试。好好，知道了吗？好的，上车了，好吧。我去修车，你看你们是哪？你修车，你修到我们上面。换警服了。进了，进洞得分了。我在上面等，我在上面还挺安全的。你有危险，我再下去救你，想办法躲。我们潘姐，你要去哪里？越走越远呢。我跑去逛公园了。你有在骑吧？不行，跟我讲，我再救你。赌命去修砖了。你等下回去那个补给。你先把那个羊拿回来，你先把那个羊拿到车上。那个羊已经在车上了，我已经送到车了。走哪？十秒钟。我去救你了。你要去吃，你要去吃那个，吃补血。去吃补血。冰化的没？这冰冰的呢？是不是？可以的啦。我还有天鹅帮你挡欸。粉丝派你在洗有用过吗？粉丝开了。好，对啊，我好了，我踏真了，你进去，把打，把破，快，走，啊，在那边等一下。看一下外面有多少人，人少我们就杀掉他。人超少，你把车开得好远，我进不去。这样等下比较好出去啊，等下比较好直接开车走。我开车的，你车子开得很远的，你想知道吗？然后我去就好了，我去就好了。挡在我前面，你大众的。问一下吧。进去了吧？对啊，两个车，下一次我们就直接冲过去。车队了。想抓一只判定，可是他们都好远，不算。就说不要抓比较好。而且可以放一包嘛，这样我们两个可以活得回去。就走不准，你就插中就中了。我把朋友来插喽。范范，上了没？上了没？好，走，停，停。啊，这样子 OK 啦。炸车就探头出来。上！我先把车开回去。你开走。好了，这只羊要上车了，但是太远了，这只也要上车。等我一下，不用，你们不用来哦，不用吗？没有，你们先不用来。哦，我只是在倒车而已，在倒车而已。OK， 我在倒车而已。所以我们不用上车，我们直接走后。可以，上车就好。我会把车开过去。
们看要怎么走都行，要上车的人也可以上车，随意啊。举手。我走了。啊。走走走走，可以。再开了，再开了。哦，没事。扔倒了。等一下，我要去救他。还有只羊在车上。哈哈哈哈。都不在下面等了。下面等比较安全的多，你们在里面等。可以了，开进去了。找几次？37。37还可以。找六。我找六次。妈的！我的最高纪录是60，然后往常是65。都是打那时候打三个两，那你们那时候打两个小时好不好？拜托。对，那个打两个小时，只有我跟欠下两个人。那台车救了快30分钟，干，那台车真的救了快30分钟，我好笑。老师哎、欸，才会有这个 perk 叫 fuck you OVK。等我一下去厕所，这一关打真的有点久。怎用 C4 呢？好，我只想确认一件事情哦，如果送羊的点出在最机车的装甲车那一侧的时候，是送还是不送？竟然没有人回答我。你的意思装甲车自杀吗？我意思是把羊丢一只进去，按气球之后就把羊拿回来。懂你意思啊，我懂你意思啊，多等一波的意思。让他再丢一次那个，我知道你意思。对，就是不要他出那里。知道。那里真的很耗补包，真的。知道那边是最正。对，所以我们要不要这样做 ？Yes or no？ 你啊，我吗？我会 OK 的。有没有人反对？有没有人觉得我今天不能打很久的？那就当做没有咯。好。我可以打很久啊。小心哦，那个黑帮很痛。冷流弹是火焰陷阱，你又显示 cheater 也是火焰，你又显示 cheater。阿姨啊，为什么每次来这一关都这样？我觉得这沃夫户是哪里有问题啊？我怕阿姨，我很怕任务会断。干嘛阿姨？我不想要被送曲特啊！那个，你知道那边补包放几个吗？那边补包好像放8个还多少个？很多，里面根本吃不完。被标区的很正常。Time for the real dirty work。这样的正常啊，两个。对哦，我有看到。对啊，这才正常、啊。4个，然后400弹药。每次都这样，那沃夫真的很奇怪。来这一关都这样。而且只要第一次进来，几乎80%会这样子。扯！我也要躲进去。你这么早就拿、哦？啊？没有啊，你们自己要小心安全，我只能这样讲。通常我不会一下子就去拿。哦，有人插针哦 ，OK 啦。
干反弹，这是反弹也是超好用的。不知道人在哪，看不见。打了，别打了，自己人。自己人哦，这样子吗？干，我以为我是插针呢。赶快回来，他被吸过。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转插针。我好想按三哦，然后就长枪飞出去这样。你还是那一次在打我。没关系啊，你可以转。上面有人哦，上面。可以转插针的，看着插针。那不错，看着插针。我靠，谁打我？哎、欸，我明明就按了，很多人打哦，注意！看能不能抓一只啊！来得及先抓的话，就有机会换。不抓，这都是这个没办法抓的。没看到警察，还没来吧？来不及，对不对？那不行啊，对吧？喊一下我，谢谢。小航母，算了。吃。先抓一只哦。刚出来没人啊！
抓到一只哦！抓到一只哦！不用丢那么外面啊，乐福，就丢到那个仓库外就好了，他们会去捡。讲这边去吗？不用丢那么外面，到仓库外就可以。Love， 跟我守这一边。你们那没判警的手有羊那一边，把判警拉回来，这样还不会去打羊，打羊。快！预炮嘛，预炮就打。无敌。慢了，砍掉了。啊，我把砍掉了。对啊，我的地炮不会很痛。费德龙，费德龙，不伤。
外面就是我。两只。打不了。不用进去打。我是想把它清掉，让我们比较好清理。干嘛被尸体挡住了？放一包给我，放一包给我，自杀？自杀吗？自杀就没得换了。好吧，谢了。哦，对，我有狂战士。准备要去弄羊喽，除了换人的人，其他人去用羊。好多好多，这个没有上的，记得拿哦，现在还没就位。放好喽。啊！吃血包 ，no！ 又被抓了。回去吧，还是怎样？要回去吗？对啊。先弄吗？我应该要阻止天下在这一关用卡住。完了。回来，回来，回来。Get a fucking move on! Got it.靠的这个还被炸破。回家吧。但我们可能还要再等到下一波。什么？下下一波？我说错了。嗯。其实刚刚你不应该自杀。因为要送养，你没有时间等。那个应该是全力四个人杀出去的时间。
少。是的啊，消耗一半的意思。别把拿出来担心。走了走了，送过去了。你去哪？这里啊！哎，他没打过吗？不可能啊！你不是，我记得你有跟我们打过山羊啊？是没打忘了吗？没有，没躲过这边。这边是躲这。上次是中哪边啊？该不会是中甲车？狙他狙他打、啊、你看了、哦、是 Team 的卡片有去顶吗？我有去顶顶你一个人吗？他有开始叫我们去领 HP 的那个有赶快去领。那个不行啊，那个不值得领啊，明天再领也行啊。没有啊，那个常常都会断货，你上一次也领到一半断货了、啊。那我是无所谓的。还有免费的不领，还是现在尽快去领。HP 现在想倒要想哦，很多时候他都会事先断货。对穿。拿到了。干你老师！都带走。走，喊我。太棒！国内包到了。我要先自爆。先自爆。到后面自爆。好了，没上车了。走走走走走，没有人没上。
走。插针啊，插针是谁？真笑欸，插针插完然后又打我。不用下车，不用下车，我就先到这里，停一下，喊我。Don't be a bitch, get up. 好，走。剩一刀而已，你要全力掩护某人去炸。你记得最下面的 C4 在那个梯子底下就能装，只有上面两个是需要直接装。去吧。我下阿西了，好，拜拜，拜拜。好，变电了，变电了。小孩老实了。玩点救。我懂。帮我玩点救。哇，可以再插一下。很多人哦，这。被按，等一下毒气是。插针去！快回来哟！真乖！哟！关了。他真上吧？哇，上不去吗？看到了，破甲喽！中，没干，操！没关系，我干掉了。谁关的、啊？走开，不要砍我！好厉害！先不要喊他。打电球的。先不要喊他。点不好了。可以喊了，可以了，上来。跳起来打，各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闪光什么的丢一下，我直接开了，我不等人哦。我要多伤，觉得我会死，各位，你不会的，我如果死，记得要来救我。没人消。Hi, it runs like a bitch. Yes.I am. Wow, 这个会被吓死。Day 2这样被吓出一身冷汗。总实话，大概一个多小时。对啊 ，Day 2打得太差了。哎呦，这个成也插针，败也插针，是这样。不喜欢，超不喜欢打这个。插针插。